咱的5块的盖饭啊，你那7块的鱼香肉丝盖饭，哎呦，都看不着你呀、啊，这都，这个7块啊，哦，7块。今天我们又到了河南，带大家再次感受一下河南的物价。Go！ 哎，上回我们说老家河南的时候，好多人说他不是潍坊的吗？他不是河北的吗？老家河南，老家河南，又来了。对，别，你这别动，停。杨贵妃。哎，你要在，你要到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你也算不上美女吗？你也倾国倾城，你看看。簪花仕女图这儿啊，对，妈呀，这是小区啊，村啊，还是啥呀？你怎么摸到人家小区里的？导航让我走这，这不是小区吧？城中村，这是个街，街口为啥锁了个门儿？这是个街吗？这是个小区吧？跟我说，导航上说这是个街。这郑州也有城中村啊？有这么大城市。姐，这是洛阳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给你加深一下印象吧。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哦，洛阳故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洛阳，洛阳，洛阳。那盖拐弯的这儿。啊？咱俩为什么老在城中村里窜窜？符合气质，可能。从这儿拐弯。这儿啊？嗯。你带我去这地儿，我都不敢走。我这是吃饭的地儿吗？还得往前呢。啊？还得往前，我看啊，还有250米。你可以，你挺像个250的。我觉得咱们俩可能跟这个数有不解之缘。我们俩从石家庄坐车来，车票250一个人，一人花250来的。低头一看手机，还有250米到这地儿。真是个大聪明你。其实以前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智商挺高的，然后。就自从打跟你搭档了以后，直线下降。哎呦，咱俩有同感，也可以走吧。你这个我可是真不敢走了啊！你这个是吧？这谁家好人上这儿吃饭？这有饭吗？我拍视频这些年了，我没走过这样的道儿。咱就是感受一下物价，这么沉浸吗？这回？出去就大路了，你放心大胆的走，咱俩人你看啥怕？哎呦，还有狗猫的，哎呦，你看我，一定没事，人走了。防贼防盗防二妹，没道了。哎，你不对吧你这？导航告我那直接过去，从哪过去啊？从这儿过去，嗯，得穿墙啊！这地儿除了孙悟空，谁也过不去。这儿能过去吧？能。哦，这能。能。这儿可以过。到哪里去？想去吃那个盖饭。顺便还是从哪过弯七推。哦，对，就那个盖饭。盖饭啊！谢谢。在附近挺有名的哈。哦，啊，谢谢。哎呦呵，你看这楼间距。这。哦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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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不都那么多人吗？嗯，就这儿了。哇，好多人这个棚子里。哦，是。哎呦呵，人真不少嘿。来吧，看看物价吧，快点，好，墙上贴着呢。咱吃盖饭吧。行。你好，姐妹。哎 ，Hello。是。我昨天晚上过来看你们，是吗？是吧？是。哎呦，你在这吃饭来着吗？不是，这我家是在这住着。哦，家在这住啊？对对对。吃盖饭吧，请吃盖饭。不吃不吃了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那个能合张影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们在这儿一两里。来，你看看，八，你吃哪个？我要吃番茄炒蛋盖饭。那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。行，来，我去点菜。俩人一人。花250来的，吃饭中午总共花13。高低喝瓶汽水，先排队在这点上，然后出去占座。人家还挺多的，你看。鱼香肉丝盖饭，我的天，这是那鱼香肉丝盖饭啊？是。冒尖儿。哎呦。哎呀妈呀！全是盖饭，好，这份儿不小啊，这盖饭。我要一个西红柿鸡蛋盖饭，然后要一个鱼香肉丝盖饭。喝的有什么呀？海蛎还有果皮。海蛎，哦，来俩。海蛎。行，俩人
十五。受众群体一水的都是男性，没地儿啊。59-60，多少？59-60，咱94，这吃到后半夜了吧？这还有30多号，还能免费喝汤。我米汤、啊、米汤。小店总共四个人，一个大姨盛米的，一个大哥端菜，大姐端菜的，这边的掌勺是一个大姐。71。妈呀，打包这么多袋子？嗯，在那边这么多吗？你这属于临时加桌吧？这是等着吧？环境基本没有吧？那哪有环境？这在室外了，路边小就是这种小过道的，然后把这桌一支，这儿94这儿去，来了来了，这是五块，这是五块的，哦。什么？你们也没吃过是吧？我们也是转不过来。是吗？是因为被价格折服了吧？5块钱的盖饭，我这是真的是我还没吃过5块的盖饭呢。我告诉你，可沉了，量真的不小。刚才那个有个5块的那个韭菜鸡蛋盖饭，杠尖儿，杠着尖儿，我震惊了，我都。这怕不是你的鱼香肉丝？这是7块，这是7块的盖饭，朋友们。这个5块。5块那个7块，7块，我这7块这肉量，你看这肉丝儿，就实打实的就是大块鸡蛋，你看，咱就该说不说，真的该说不说，那不是那种沫沫，这是那鱼香肉丝，7块的，你看这肉丝有多多，这是肉丝嘛，这肉条了都看，杠着尖儿，杠着尖儿，姐，你这素的一直是5块吗？这个啊，对，素的5块，肉的7块，黑椒饭。哦，一直都是哈。这物价，这是神马神仙物价呀！老家河南，我每次到了河南，我就觉得特别亲切，就像老家人觉得你吃不饱一样，就嘎嘎你给你往盘子里、碗里就盛。哎，让人感动的。对，珍惜美丽粮食，好好吃饭。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口，真的，一勺子下去没有米。咬不着米，咬不着米。来吧，朋友们。味儿真不赖。是啊。真不赖。这是我平时7块钱能吃到的东西吗？真不是我发生，真不是。你就是瞅着盖饭吧，越吃越多。不辣了不辣，又是新的一份。越吃越多，这个量太惊人了。你一会儿一定要尝一口我这鱼香肉丝盖。是啊。真的太拿我们消费者当人了。你看他这盖饭。真是看不着米，而且越吃越多，这分量。吃了半盘子，像是个新的。你瞅瞅，不是我这5块，我这5块的鸡蛋量，这也太感人了。这说到此处，肯定会有朋友说了，这边都是就是附近干活的人吃，对吧？嗯。但是就你就说。在咱们当地城中村吧，你找一个经常干活人吃的店，他也没有5块的盖饭了，对吧？肉夹馍都到不了那价了。哎，真的是。嗯，你吃口肉。你吃。那么好吃吗？你吃肉和饭。好吃吗？一点不像7块的样儿，这个。嗯。还真不赖。很好吃。嗯。嗯。你看人家胡萝卜进的还挺新鲜的。我是这两天。我那会儿看到。嗯。我那会儿看到我就想说，这家鱼香肉丝盖饭一定卖得好。人家的胡萝卜不是捡的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种烂唧唧的胡萝卜。你看人家胡萝卜多整齐又干净，是吧？嗯。
我这五块的番茄鸡蛋盖饭的鸡蛋老多了，想象不到的多。你这里面至少得三四个鸡蛋。看我这鸡蛋多大块，不是这么一个大块，它里边好几个这种大块，好多大块。以往吃西红柿鸡蛋盖饭都是在西红柿里找鸡蛋，这是在鸡蛋里找西红柿。我一壮士吃不完这份盖饭。啥玩意儿？我一壮士吃不完这份盖饭。你可别骂壮士。朋友们，忒合适啊！有空来尝尝。咱们花了多少钱？15，太合适了。十几块钱，俩人吃饱饱的。够着够着，走吧。走